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区广角镜。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各国政要纷纷颁发贺信祝贺，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办活动，恭祝师尊生日快乐，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9周年。之后去参观艺术品一样精美的法国凡尔赛宫，观看满分10分的冲浪比赛，再到意大利的梦幻小岛上度假。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各国政要纷纷颁发贺信祝贺，赞扬法轮功帮助人们改善精神和身体状况，促进社区和谐与健康。当面临瘟疫带来的挑战时，真善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加拿大安大略省米尔顿市和沃尔郡市宣布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沃尔郡市长克莱门特在褒奖中说，法轮大法以真善人为准则，是有益身心的上乘修炼功法，修炼者展现的大善大人让世界各族人民深深感动。安省伦敦市长埃德霍尔德感谢法轮功学员在疫情中的付出，贺信说，通过打坐练功和提升道德，帮助人们改善精神、心理和身体状态，促进社区和睦与健康，让我们同舟共济，共度难关。柏林顿市长米德沃德表示，在这充满挑战的时刻，法轮大法学会提供免费网上功法教学，是对社区民众的巨大帮助。我们都知道，精神健康对提高免疫力、抵抗疾病和压力至关重要。特库姆瑟市长麦克纳马拉写道，真善人是法轮大法的价值基础，当我们面临疫情带来的挑战时，这些价值观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金斯顿市议员丽莎·奥萨尼奇报名参加了法轮功在线教功课程。美国马萨诸塞州参众两院发来贺信，褒奖法轮大法学员对真善人信念的坚持。佛州劳德戴尔堡市宣布5月13日为感恩法轮大法日，美国宾州州长、费城市长也发来贺信。新唐电视纽约报道。来自台湾各地的5000多位法轮功学员在自由广场排出巨型图像，恭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0华诞。天空中高挂着闪耀七彩光芒的日运奇景。从高空俯瞰镜头下的台北自由广场，来自全台各地5200位法轮功学员井然有序缓缓走进排字区，疫情之下更是做好防疫，已经2个小时集体排出一幅巨型图像，路过的民众纷纷拿起手机记录下这壮观的一刻。看起来很平和，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能够提升人性人的心灵，我觉得很壮观呐、啊，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中规中矩的，都是正向的。It's quite inspirational, especially in such a prestigious location. Without a doubt, inspirational. We spoke about the color and the peace and the calm as we walk by.仰望天空，还能看见闪耀着七彩光芒的日晕奇景。今年是法轮功红传世界29周年。1992年由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传出，教导修炼者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修心性，做一个更好的人。而学员们带着感恩的心，恭贺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0岁华诞。来台湾1年多的德国学员满怀感恩地分享自己修炼后的改变。I practice Falun Gong for over 20 years. Before I start practicing, I'm very critical about society. But after I start practicing, I learned that this kind of conflict is actually also for us to improve and to help others. So I turned my heart from criticizing others to rather helping society to become better. 一改以前过去呢，因为泡在名利情里面，所以呢，修真善人之后呢，这个部分呢就会重新的向内找，然后就找到自己的一些执着，那放下之后呢，整个内心呢就是非常的开阔，所以呢，从中呢获益很多。不过遗憾的是，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从1999年开始发动对法轮功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政策残酷镇压。20多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仍顶住压力。意志坚定，向民众讲清真相。It's concerning when you go to museums or tourism sites that you can see
information about the Falun Dafa or what they do in Taiwan and also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ir challenges in human rights. 对他们那个很不以为然啊，那个藐视人性啊，你来治理人民，可是你也不应该去剥夺人民基本的需求。不畏中共打压，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走好每一步，透过各种方式向民众展现修炼的美好。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宁、赵廷宇堂台北采访报道。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活动，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春光明媚，纽约法轮功学员身穿整齐的服装，手举一面面色彩亮丽的彩旗，包括恭祝师尊华诞及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共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9周年，以及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70岁华诞。我们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愿法轮大法的光辉能够照亮世界的每一个阴暗的角落，为世界带来美好与和平。同时，我们祝福所有的人们都能够拥抱真善人。参与活动的法轮功学员来自不同族裔、社会阶层，他们同修一部大法。一些法轮功学员向记者分享，修炼后身心发生了神奇变化。那个嗓子那个化脓啊，就是几乎不断，并且胃也不好，还有妇科病。得法以后，这些全没了，全好了，再也没有那种痛苦了，所以非常心里当然非常高兴，很感谢师父。我就用我在大法中理解的这一些当父母的这一些状态来去告诉孩子，没想到他接受得非常非常的快，这小事上他就自己就去约束自己了，如何的把自己的这种喜欢的东西分享给小朋友和同学。在遇到一些生活还有工作学习上的挑战的时候呢，我就是变得很积极的面对一些问题，然后不会像以前一样的消极的去对待。在每年的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法轮功学员还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表达了节日祝福。我很感谢师父把大法传给世人，同时我想祝福师父生日快乐，并在此我代表北京大法弟子恭祝师尊生日快乐。能来到这里我非常的高兴，我在这里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新唐人记者柯丁婷、韩瑞、宋哲，纽约报道。受疫情影响，关闭了一年多之后，加州洛杉矶迪士尼乐园终于重新开放。尽管还有很多防疫限制，但游客们都感到相当兴奋。Yay, welcome back! 在人们的期盼下，关闭一年多的加州迪士尼乐园终于在4月30号重新开放。不过目前只允许当地居民进入，客容量也限制在25%以内。It was kind of like so real because it's been so long since we've been, so it was really nice just to like be back. It feels great. I mean, this is my happy place. 另外，游客年满2岁就要佩戴口罩了。除了取消卡通人物拥抱的互动项目，包括游行和夜间烟花项目也并未恢复，以免出现游客聚集的情况。Feel safe. I mean, everybody spread out. I mean, they make sure you keep your masks on. Yeah, it was safe. We feel comfortable. 游乐园的网上预约显示，到6月中旬的门票都已经销售一空。但毗邻的加州冒险乐园还有寥寥几张门票向游客提供。It feels amazing. I am a cast member, so I am one of the ones that got let go. So it feels good to be back. 加州迪士尼位于洛杉矶南部，开业近半个世纪，但在去年3月受疫情影响，和全球其他的游乐园一样陷入了封锁漩涡。随着美国的疫情逐渐趋缓，迪士尼游乐园中观光游客最多的佛罗里达乐园也将在今年7月重开。新唐人记者雨婷综合报道。
意大利政府宣布斥资千万欧元为罗马斗兽场铺设可以伸缩的木地板，这样人们能够走入竞技场中，亲身感受当年角斗士们的英勇。罗马斗兽场建于2000多年前，当时竞技场中心原本覆盖有木地板，考古学家在19世纪拆除了其中的大部分，展现出原来隐藏于地下的房间和通道。这样一来，游客只能在远处眺望竞技场，而无法亲自站在宽阔的场地上体会决斗士浴血奋战的感受。现在，一家名为米兰工程的企业将弥补这一遗憾，为竞技场铺上新地板。新地板将由成百上千的条状木板块组成，并连接轨道，木板条可以旋转90度，能像百叶窗那样按照需要轻松地收起来或展开，方便地下设施通风透气，也方便防雨防雪，而且人们也可以直接走进竞技场地了。新地板预计在2023年前完工，之后罗马斗兽场还将成为举行各种文化活动的绝佳场地。新唐人记者周琦综合报道。观众朋友，短暂休息之后，来欣赏翻修后像艺术品一样精美的法国凡尔赛宫。历时3年的修复工作，法国凡尔赛宫恢复了昔日的辉煌。凡尔赛宫主席表示，翻修工程完全符合前法国君主的要求，这个教堂绝对是一件艺术品。花费了3年的时间，如今凡尔赛宫恢复了昔日的辉煌。凡尔赛宫是17世纪由太阳王路易十四下令建造的，现在皇家礼拜堂屋顶上的金色像当年一样闪闪发光。除了镀金外，这座46米高的小教堂还完成了主要的结构整修工作。经过多年侵蚀的雕像、装饰品、窗框和彩色玻璃窗也进行了翻新。On a eu plus de 800 tonnes d'échafaudage sur place. Il a fallu mettre 6 mois pour monter l'échafaudage. 由于屋顶漏水，年久后遭到严重损坏，并暴露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为了保护教堂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并保持原有的美学和谐，在翻新过程中，在大型手脚架上放置了一块巨大的防水油布。这座王室教堂的第一次大规模翻修需要大量的技术和专业知识，这些对保存遗产和传统工艺至关重要。自2018年以来，约有150名高水平的工匠，从木匠大师、雕刻家到烫金匠，一直在不懈地努力。翻新工作是在对建筑物进行了2年的研究后才开始的。当然，翻新过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是王室教堂的金色屋顶，从数英里之外都可以看到。凡尔赛宫王室礼拜堂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在凡尔赛宫进行的最后一个大型工程，被认为是君主的精神遗产。凡尔赛宫主席佩加德表示，翻新过程达到了前法国君王的要求。Qui font les travaux les plus méticuleux pour restaurer un chef-d'œuvre et un chef-d'œuvre que tout le monde qualifie de total, tel que l'avait voulu le roi, puisque sur la fin de sa vie, il avait voulu que cette chapelle rassemble à peu près tous les arts, à la fois tous ses goûts, et qu'il les tourne, j'imagine, vers le ciel pour élever son âme et accessoirement celle de ceux qui l'entourent. 由于病毒大流行，法国政府在2020年10月关闭了凡尔赛宫的大门。不过，政府正准备从5月中旬开始放宽对文化场所的限制。大流行病前，凡尔赛宫每年吸引300万全球游客，宫外大花园每年观光客多达1000万人，是欧洲每年吸引游客最多的名胜古迹之一。新唐人记者严峰、林明迪综合报道。英国伦敦的一家博物馆计划重新开门，人们有机会参观修饰一新的拉斐尔画廊。艺术馆设计总监表示，这里展出的作品绝对算得上是王冠上的宝石。2020年是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拉斐尔逝世500年，然而因为中共病毒的肆虐，当年各种纪念展览都被取消。现在对伦敦维多利亚和哈尔伯特博物馆来说，是时候弥补一下去年的遗憾了。博物馆称，他们对拉斐尔画廊精心打造，为其配备了声学镶板、 LED 照明以及特殊定制的家具，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拉斐尔画作的颜色和复杂的细节。
拉斐尔是一位天才画家，有许多广为大众所知的作品，比如雅典学院、西斯丁圣母等等。他在1520年因病去世时年仅37岁，令人感慨叹息。这次拉斐尔画廊里展览的拉斐尔图稿，就是他在1515年至1516年间创作的7条大型挂毯。The works that you see are probably som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naissance masterpieces in the UK. So all together, this space is a real jewel in the crown, for V&A and for the UK. 博物馆表示将在5月19日重新开放。喜欢古典绘画，特别是喜欢拉斐尔的朋友，可以前去大饱眼福了。新唐人记者周琦综合报道。观众朋友，短暂休息之后，来看看获得满分10分的冲浪选手的完美比赛。5月2号，在澳大利亚珀斯附近举行的世界职业冲浪联赛首轮比赛中，美国的弗罗伦斯获得满分，成为本次巡回赛的首日亮点。这位2届世界冲浪联赛冠军一上来就遇到一个巨大的管浪，并完全消失在巨浪中，但是几秒钟过后，佛罗伦斯优雅地从管浪中踏浪而出，观众爆发一片喝彩声。佛罗伦斯以其完美的表现获得了满分10分，再次夺冠。佛罗伦斯这位夏威夷小伙子可是位传奇人物，2019年曾经在冲浪比赛中被巨浪击断膝盖周围的4条主要韧带，职业生涯面临终止，但是他却在短时间内重新崛起，怪不得比赛过后有这么多小粉丝围绕。而澳大利亚的卡利南在高达4米的海浪中2度冲上浪峰，并劈波斩浪冲上沙滩，他以同弗罗伦斯媲美的表现得到了9.93的高分。在女子比赛中，日本选手阿姆罗金木获得了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热身赛冠军，成为20多年来第一个在冠军巡回赛中赢得热身赛的日本女冲浪选手。金木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以前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大的浪，但是我很高兴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得很好。这是2021年世界冲浪联赛冠军巡回赛的第4站，将于5月3号继续举行。新唐记者凤华综合报道。风翼冲浪是一种新兴的冲浪运动，目前在全球相当热门。一起去观看法国南部举行的风翼冲浪世界杯比赛。在碧波荡漾的海面，一群冲浪高手乘风破浪。不过，他们的冲浪方式看上去是不是有些特别？这就是当前很流行的风翼冲浪。风翼冲浪采用风筝冲浪的原理，加上滑浪风帆的设计概念，风翼和冲浪板不相连。冲浪者需要把双脚固定站立在水翼板上，用双手控制充气式的风翼，借助风力来驱动水翼板。冲浪者不仅可以在水面上快速的滑行，还可以做出跳跃翻转的特技，特别具有观赏性。从远处观看选手们的表演，是不是感觉如同彩蝶飞舞呢？这次风翼冲浪世界杯的冠军得主是来自法国的提托安加莱，他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呢？Pas trop envoyer du lourd tout de suite, essayer de voilà mettre des bases, poser quelques points dès le début en faisant des sauts pas trop compliqués et essayer de monter de plus en plus fort et après même de reproduire quelques figures que j'avais fait avant, en essayant de les faire le mieux possible avec plus d'amplitude pour essayer d'avoir le meilleur score.据说风翼冲浪比起其他的冲浪种类，入手更容易也更安全。想尝试冲浪的朋友可以考虑试一下。新唐人记者周琦综合报道。意大利的一个小岛被评选为意大利文化之都。观众朋友，稍后一起去这个小岛度假。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普罗奇达小岛被评为2022年意大利文化之都，一起来观赏这个小岛的美丽风光。普罗奇达是一座面积很小的海岛，但海岸风光秀丽，岛上的房子刷着各种色彩，看上去美丽缤纷，犹如童话世界。普罗奇达曾经在多部电影中出现，
比如意大利电影《邮差》和美国电影《天才瑞普利》。不过在意大利其他闻名遐迩的海岛的光环之下，普罗奇达常常被游客们忽略。这次获得意大利文化之都的称号，让这座小岛声名大振，也令岛上的居民开心不已。Per noi è una grandissima soddisfazione avere questa piccola isola e renderla famosa per tutto il mondo. È qualcosa di troppo bello. È stata una gioia immensa quando abbiamo ricevuto questa notizia, sia per me e penso per tutti i miei, tutti noi procitani.从那不勒斯乘坐快艇，大概40分钟就可以到达普罗奇达。湛蓝的大海，美丽的海滩，典型地中海式的色彩缤纷、造型独特的建筑，普罗奇达吸引着那些想逃离喧嚣的大都市的年轻人。普罗奇达的著名景点之一就是名为克里切拉的港口，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风景如画的海岸、多彩的房屋，而且还可以品尝美味的海鲜。如果想体验本土气息，那么每天早上10点的鱼市一定不要错过。Speriamo che va meglio. Speriamo che i rocitani facciamo una bellissima grande cosa. 按照普罗奇达市长的计划，2022年的主要活动将以艺术和音乐为中心，让这个小岛成为人们流连忘返的文化之都。新唐人记者周琦综合报道。法国时尚品牌香奈儿发布了新一季度假系列时装秀，走秀场地则是选在了普罗旺斯的一个大型采石场，别具风格。香奈儿以往常有在法国之外发布度假系列的习惯，但现任艺术总监维基尼维亚似乎更钟情于法国的美景。这次2021-2022度假系列带领大家来到风景如画的普罗旺斯，不过秀场不是浪漫温柔的薰衣草地，而是壮观恢宏的采石场。天然的石灰岩地形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感，岩石在不同时段的阳光下呈现不同的色彩，而模特们穿梭其中更显气场的强大。为什么选择光影采石场作为秀场呢？因为这里是香奈儿女士的好友、法国传奇导演考科多执导的电影《奥菲的遗言》取景的地方。维基尼维亚在时装秀备注中是这么写的：考科多电影的简约、精确与诗意，让我想要打造一系列非常干净利落的服装，通过明亮的白色与深黑色，打造出精确分明的双色元素。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虽说黑与白是本季的重点色，却因为深浅的不同以及服装质地的变化而带来不同的感受，宛如光影反射的多样效果。在影片的最后，模特们一字排开坐在石阶上，一起放飞象征自由的白鸽，观众们越过香奈儿女孩们的背影，和他们一起仰视蔚蓝的天空，感受对希望与和平的期许。这样的拍摄手法真是令人感动。新唐人记者周琦综合报道。节目的最后，祝福各位母亲节日快乐。观众朋友，这一期的社区广角镜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